我会等待你，孙慧英，谢谢，感谢，啊，对无？我讲的准无？我会等待你，啊，是吗？最近一直有人有朋友点唱我这首歌曲，好，送给您这首，也是我本人蛮喜欢的一首歌曲，那送给您，我会等待你。
十好吧，谢谢。那同时也用您的掌声来请出我们。